很可能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连室友都来看是怎样？真不解，看室友起码一年没来了吧？是怎样啊？是怎样？好啊，胖到40以后，对我胖，因为我以前是因为真的太瘦，以前34公斤的时候是真的太瘦，然后是胖到40以后就那个，我就有发现哦，其实我还蛮有料，我自己有发现，但那时候你们也不相信，大家就喜欢有爱心的人。